Hello, boys and girls, welcome back.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 lesson 2的学习。哎， lesson 2啊，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哎，大家看到 ,there is a rainbow. Rainbow 是什么呀？哎，有一个彩虹。那么彩虹大家看到了什么样的颜色呢？哎，吴亦凡说 ,I see red. I see red. I see. I see red. 这个 see 是什么呀？哎，是什么呢？哎，用眼睛看，这个两个 E 像不像是两个蝌蚪眼呢？ Yes, I see, 我看到了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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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哎， red 是什么颜色？哎，猜一猜，是我们哎国旗上的一个颜色，是什么呢？哎，中国人都非常喜欢的红色 red. OK, I see red. OK, follow me, 跟我一起来。I see red. Yes, very good.好，那么我们的 Sarah 她说看到了什么颜色啊？她说 I see green, I see green. OK, 哎，那么 green 是什么呢？哎， Linda 提示大家是一种哎什么大自然的颜色，草地啊、森林啊都是 green. 哎，所以我们 green 是什么？对了，就是绿色。I see green. OK, very good. 好，那么还有什么样的颜色啊？大家看一下，还有 OK 是什么呢？Yes, yellow, yellow. 哎 ，yellow 是什么？哎，大家看到这里是黄色，对不对 ？Yes, 就是的。好，大家看一下 yellow 这个单词 ，yellow. OK, 前面像不像我们经常说的照相经常比的 ye, 对不对 ？Yellow. OK, 跟我一起做 yellow. OK, 再来一次 yellow. OK, 快一点 yellow. Yes, very good. Yellow.好，那么你说我看到了黄色应该怎么说呀？可以说 I see yellow. I see yellow. Yes, very good. 还有什么颜色？哎，最后的彩虹是什么颜色的？对了，就是 blue. OK, one more time. Blue. Blue. Yes. 哎， blue 呢是什么样的颜色啊？有什么东西跟 blue 有关呢？是不是我们的哎天空 sky? Sky is a blue, 哎，天空呢是蓝色的，还有什么？哎，大海也是 blue, 也是蓝色的。哎，那么接下来啊，琳达就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了。What is your favorite color? What is your favorite color? 什么是你最喜欢的颜色呢？哎，是 red 吗？ Red, red, red. 哎，红色吗？我们说 red 象征什么？象征着哎热情与活力，对不对？哎， red.Red, 哎，琳达非常喜欢穿 red 的什么？哎，衣服 red, red, OK, 哎，那么是黄色吗 ？Yellow, yellow, 哎 ，yellow, yes, 黄色，黄色是你最喜欢的颜色吗？黄色象征着什么？高贵和温馨。哎，如果说要送妈妈康乃馨的话，我们就会选黄色 ，yellow, 对不对 ？Yellow, yellow, OK, 哎，那么绿色是吗？哎， my favorite color is green.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哎， Linda 就穿着 green 的衣服，对不对？ Green. OK, 绿色跟绿色有关的有什么？哎，有草地，它象征着和平与希望。Green. Yes. OK, blue. Blue. 哎， blue 象征什么呢？纯洁，还有什么？哎，高贵。你想，大海啊，蓝天是不是非常广阔？是不是非常纯洁？ Blue.Blue, OK, 好，现在同学们知道自己喜欢的颜色是 red, yellow, green, or blue, 知道了吗？ OK, 好，接下来啊，我们要用一个 I see 的句型来造句。I see, 哎，这个多彩的世界有什么东西呢？ OK, see, 我们刚刚说这是我们今天学的一个新词，对不对？ See, 哎，两个 E, 就像两个蝌蚪眼。S-E-E, see, 看见的意思。See,OK, 那么说我看见了怎么说？哎，就说 I see, 哎，我们用它来造句的话，后面加上别的词就可以了。那么 I see 什么呢？ OK, there are a lot of pictures, 哎，有非常多的图，对不对？有什么呢？哎， sofa, 沙发，还有 tree, moon, star, 哎，月亮，星星。哎，那么 I see tree, tree, 什么样的 tree 啊？是不是Green, 对不对？ I see green, 我看见了绿色。I see green. Yes, 再来一次。I see green.
Okay, very good. 哎，这边还有什么？我看到了什么样的沙发？Blue. Yes, I see blue. I see blue. Okay, 哎，这边是一个什么？Moon 月亮是什么颜色的？还记得吗？我们刚刚说的，哎，把手伸出来，yellow，对不对？Yes, I see yellow. I see yellow. Okay, 这边还有一个星星，你怎么说？是什么颜色的？Yes, it's red, 对不对？是红色的。I see red. I see red. OK，好，接下来啊，我们要进入到 let's do 的部分。哎，我们要进入一个动作的环节，做什么样的动作呢？哎，大家看到这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同学，对不对？他们都拿着一支什么 crayon，拿着一个蜡笔，说什么呢？Show me green。哎，这个 show me 的话，我们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哎，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第一个单元的时候学过一个句型，叫什么？Show me your pencil. Show me your pencil 是什么意思呢？给我看你的笔。哎，那么 show 是什么？还记得吗？show 表示呢给什么什么看，对不对？Yes。那么 me 呢是我，show me 呢就是给我看，给我看什么呀？给我看绿色的这个 crayon，对不对？哎，对了，就是这样的。Show me green，哎，这个 let's do 的部分啊，会非常像一个 rap，很像一个说唱，哎，大家要越读越快哦。好，一起来，Show me green，OK，one more time，Show me green，Yes，Show me red，OK，Show me red，Yes，Show me red，哎，这边我们的哎 Sarah 说什么？他说：“给我看黄色的，怎么说呢？”Yes, show me yellow. Show me yellow. OK，这边呢是陈杰，陈杰说什么？Show me blue，给我看蓝色的蜡笔。Show me blue. OK，好，我们加快一点，先听 Linda 老师来一次。Show me green. Show me red. Show me blue. Show me yellow. 哎，是不是非常好玩呢？好，大家一起来。Show me green。Show me green. OK，就是这样的。Show me red. Show me red. Yes. Show me blue. Show me blue. Yes. Show me yellow. Show me yellow. OK，你学会了吗？哎，这是一个说唱环节，大家可以呢越读越快，就非常的像一个 rap，像一个说唱。好的，接下来啊，我们要来学习几个字母，什么样的字母呢？哎，非常简单，A B C D。好，大家看到啊，A is app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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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哎，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学过，是不是？苹果，苹果是 apple，yes，apple。哎，那么从这个 apple 这个单词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 A 在单词当中的发音什么呢？就是 a，yes。好，我们一起来一次。A is apple. A a a. Yes. 那么 A 还可以是什么呢？A is ant. A a a. Ant 是什么呀？Ant 是一个非常小的动物，非常非常小，是什么呀？是蚂蚁。A is ant. A is ant. A a a. 好，那么接下来大家，I see. 哎，我看到了什么呀？我看到了什么？Yes. An apple，我看到了一个苹果。I see an apple。哎，这是什么？这是 ant，蚂蚁，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说 I see an ant。Yes，好。那么 A 的书写又是怎么样的呢？哎，大家把手伸出来，跟 Linda 一起来写，不能写倒笔字，对不对？OK，有几画呢？One, two, three。哎，有三笔。One, two。Three，yes。那么 A 的话，哎，小写的 A 它就比较小了，只有一笔。哎，一起来，one，哎，A，A，OK，哎，你会了吗？好，接下来我们看到 letter B，哎，字母 B，B is book，b，b，b，哎，book 是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单词？对不对？我们第一单元学过是什么呀？哎，我们非常爱看的书，对不对？Yes，b。不不，哎，这是它在单词当中发音不
OK，再来一次。不，Yes，好。B 还可以是什么？B is bag，bag 也是我们学过的，是什么呢？Yes，书包，对不对？书包，bag，B is bag，不不不，好的。哎，接下来，What do you see？你看到了什么呀？I see，我看到了 a bag，对不对？看到了一个书包。I see a bag。I see a bag，还有什么？A book，一本书，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说 I see a book，I see a book。哎，那么 B 的书写是不是有点像倒起来放的一副眼镜呢？B，yes，再来一次。B，1，2，哎，有两笔，有两笔。那么小写的 B 呢？哎，少了一个，少了半个圈，对不对？B，yes，把手伸出来，跟我一起来写 B。OK，接下来我们看到 letters C，A 字母 C，C is cat，C is cat，c，cat 是什么？cat 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什么呢？猫，对不对？Yes，cat。OK，cat，C is cat。哎，这个 C 呀、啊，通常在单词当中，它都会发音为 k，它是一个清辅音。同学们把手放在自己的喉咙上，摸一摸，哎，声带不要震动，OK，你做对了吗？哎，声带不要震动。好的，这是一个清辅音。好的，C 还可以是什么呀？C is crayon，哎，crayon 又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词，对不对？crayon 是什么呢？蜡笔。C is crayon。C is Korean. Yes. 好的。那么你可以说 I see. 哎，你看到了什么？I see. 我看到了 a Korean. I see a Korean. 我看到了一支蜡笔。哎，还看到了什么？I see a yes. 我们都非常喜欢的 cat 猫咪，对不对？I see a cat. 我看到了一个猫咪。Yes. 好，那么 C 的书写啊，非常的简单，哎，一笔 C，OK，one more time，再来一次 C，Yes，哎，小写的 C，C，哎，它是一样的，对不对？哎，C，好了，今天我们最后要学的一个字母呢，就是 letter D，哎，字母 D，D is duck，duck，哎，是最近非常红的一个宠物，对不对？哎，鸭子，D is duck。D is duck，哎，发生什么样的音？D，它是一个浊辅音，声带是会震动的，跟刚刚我们学过的 k 是有区别的，对不对？哎，这里它是会震动的，OK，再来一次，D is duck，D，OK，那么 D 还可以是什么呀？哎，D is dog，dog 呢就是哎大家都非常喜欢养的一个宠物是什么呢？哎，就是狗狗，对不对？dog。D is dog, d d d. D is dog, d d d. 好的，那么 D 哎，你看到了什么呢？I see a duck，对不对？我看到了一只鸭子。I see a duck。哎，还看到了什么？I see a dog. I see a dog. Yes，好，那么 D 的书写是怎么样的？哎，也很简单，1，2，OK，再来一次，把手伸出来，跟我一起来写 D，Yes。那么小写的话，跟 D 是有区别的哦，跟大写的 D 是有区别的，1，2，Yes，也有两笔，1，2，OK，D。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 A B C D 的这个字母歌一起来复习一下，A is apple。A is apple. Yes. A. Okay. B is book. B is book. B b b. Yes. C is cat. C is cat. 哎，怎么发的音？还记得吗？哎，摸住你的喉咙，哎，不要震动。Yes.
B is dark. B is dark. D, D, D. Yes, very good. 好，我们现在快一点啊，一起来。A is apple. A, A, A. Okay, very good. 再来一次。好，我们看到 B 啊。B is book. B, B, B. Okay, very good. 好，我们看到 C。C is cat. Yes，好的，最后一个 D is dark 的的的，好的，very good。好，我们接下来要来总结一下，小结一下我们这一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什么？哎，我们这节课学了非常多的颜色，对不对？同学们还记得吗？哎，blue 是什么呢？blue，blue。OK，think about it，想一想，是不是？哎，对，是蓝色，对不对？blue，blue。OK，yellow。Yellow 还记得吗？哎，黄色 yellow，这个 green 象征着和平与希望的 green 绿色 red，哎，字母最简单的 red red 是红色，OK red，还有我们今天学习了两个句型，对不对？哎，都非常重要。I see blue，我看到了蓝色，I see blue，还有什么？Show me green, show me green，给我看绿色的。Show me green, OK, one more time. Show me green. 非常的好。这一节课我们的知识比较多，同学们在课后啊一定要注意复习，这样呢才能更好的掌握。好了，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See you next time.